那在跟大家继续聊下去之前，我想请我们美，我想请我们新美编来跟大家介绍他画的东西。你戴着耳机跟大家介绍哦，怎么画的，哦，怎么构图的，这些是你画的。然后，对对，然后你来跟大家介绍一下。没有，他只是镜头，你不要去管右边的人，你只要看了镜头，看了这边讲话就可以了。然后拿出来，不敢看吗？为什么？啊，不敢，不敢，不然。我陪你啊，你坐在旁边，你好，那个这个是他是手绘，他是我们新的美编哦，他叫心仪，因为他我叫挂麦克风他不过，好不好？那大家可以看到他一张一张跟大家，这个都是你画的吗？好，这个都是他手绘的哦。那这是未来我们要出的赖贴图，因为他是很会画这个东西，那他的部分就是因为他很会画啦。但是因为他在忙这个，所以设计 T 恤就丢给小安了，所以他就没有画到哦。大家可以看到一个一个给他，他现在已经完成了哦。我这大熊，就是应该这样。阿管不要讲话，这张最让妹妹讲啦。对，不要色情狂太多了。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啊。妈的，心仪我爱你，你们这些色狼，操！太神啦！好，大家可以看到这张，好，我们再来。好，那么，因为他最近一直在忙这个啦，很可以啊。好，再来。美编有男朋友吗？他妈的酸米，我可以说他参考 L 的图吗？干！太神啦，阿管走开，我要看新美编。聊天室不要洗，不然我看不清楚。你们这些人真的是干你啊，你这些畜生的。看图啦。老大熊。哦。离我彪哥远一点，我会生气的。哦，这张穿他的衣服，穿 L 的衣服，很北南的。不要半路认老婆，操！16款了、啊，他有16张图了、啊，所以说他，其实我们这个美编蛮好玩的，我们这美编当初应征蛮好玩，等一下再跟大家讲，蛮好玩。你不要跟大家讲话吧。好，那我们就先这样子吧，谢谢啦。这是我们新美编叫心仪哦，我们有两个女生新的，改天要跟各位介绍另外一个，还有一个男生，他就是那天聊天时有妹子就抖起来了啊，这些人真下流，不要跟我抢。那就是那一天，他就是我们开直播那天晚上他不在，他那天休假，所以没办法介绍到他的东西，没办法介绍到他的东西。那我们现在有3个新的美编，功力都很好，都很会画。那刚好他们都在忙，所以才会叫小安画。太神啦、嗯！所以说，是这样啦、啊。那整件事情发生，我通通到我跟大家报告就是这样。那我今天身为人家的老板，我要负全责。哦，所以再次的。我再次的跟大家慎重的这样讲，这是我的失误哦，非常对不起，我、哦、非常抱歉，我、哦、请大家原谅我这些过错吧，然后我之后再把它补正，我、哦、之后再把它补正，哦，那大家可以看到他设计的东西非常好，他设计的东西非常好，那其实他来应征蛮好玩的，这主管跟我讲的，他当初第一次来面试的时候被打枪。超有个性的，他直接打电话来公司说，我后来巨炮后来跟我讲说，师傅啊，有一个女生来应征，我把她打枪，她之后打电话回来干掉我。这个女孩子很冲，她之后她意思是说她自己很有能耐，很有本事，她也拿作品给你看，但是为什么你没有应征，没有面试到她？所以他之后他来 complain， 他来跟主管说：“我这么有能力，我哪里不好？你为什么不面试我？你为什么不应征我啦、
哦，P 图有考虑出有声音的版本吗？感觉会更有魄力。然后就。看你娘酸民们，我可以说他用电竞耳机、墨镜、L 原图套图在一起的二创马干。然后，所以就是后来巨炮跟我讲说：“那师傅，那这个人可不可以？”我说：“你自己决定啊。”我说：“他东西可不可以？”他的东西是可以，可是他意思就是说，他想要再增更强的哦，所以他把它先放在旁边。我说：“没有，你就用吧，哦，你就用吧。”所以他是非常有个性的哦，凶很凶啊，哦，所以他对巨炮那时候是很凶的，很好笑。那这个烂贴图我交代好了，我不知道烂现在多便宜啊！我想定一个最低价，让就是广告效果，让大家买，就是有没有30块、50块那个啊？哦，30块或50块那个啊，我现在在研究烂哦，我现在在研究哦，看30块、50块，因为它有一个基本的价钱，我到时候再来问他，我到时候再来问他哦。